续集，就是传说中日本料理人吃到饱，听说非常高档，我们一起去看看是不是如传说中那么高档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搭直达电梯，先上四楼，再转搭电梯。四楼这个之前有介绍过，就是有很多很多天灯那个距离的时间的区域。这个之前有介绍过，所以我这边这次没有就再介绍了。我们今天来吃续集，传说中很厉害的日本料理。然后我的声音可能有点小，现场人非常多，我在后位。我们已经有就是先电话定位，然后现场还要拿座位表，然后还要去排队，对的地方在哪一边？多窗户那边。准备过去排队。对了，他是那个。然后这边排队，然后两个人消毒才能进去，然后准备进去吃续集喽。Let's go， 进去喽。总结，今天在续集吃的是下午茶的部分，是下午的2:30开始，大约是2个小时的时间，费用是990元加一成的服务费。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超值，续集在食材准备上面都非常非常的新鲜，也准备的非常的多。那以我们吃饭的速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大概只吃了3轮，因为你还要吃，还要拿
如果你吃饭的速度快一点的话，可以吃到很多的不同的食材。那以整体面来讲，就像我前面讲的，它食材非常的新鲜，种类也非常的多，人数的控管的部分也非常的好，所以每一区的排队都不用等太久就可以吃到想吃的东西。如果要讲缺点的部分，整体来讲目前有想到的缺点，第一个可能就是在sauce的部分，沾酱的部分提供的比较天然，所以它不像我们在外面吃到一些传统的料理，有一些五味酱啊那种重口味的sauce。另一个部分是牛肉的部分，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在吃牛肉的部分啊，比较需要的是热度。那我们拿到吃到饱的时候，有时候放到餐桌上吃已经是冷掉了。OK，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牛肉跟 sauce 的部分之外，其他其实都蛮不错的。饮料的部分啊，提供的选项也非常的多。我前面也有介绍到，尤其是它的一帆先生啤酒也是非常的好喝。如果你喜欢喝烈酒，它也有提供清酒，只是要另外着收一些费用。那再来的部分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推荐，就是它有提供和果子，日式点心和果子，点心类的选择非常多。它甜点我真的是超级推荐的，如果你有来，一定要多多去尝试看看。续集的介绍大概到这里，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如果有机会，不妨到 A13 来吃吃看这个号称台湾第一的日式吃到饱吧。喜欢我的推荐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或订阅吧。